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宾，又来到了我们的水族问答。有网友 Kelvin 问道：请问罗宾用的 T5 灯管是水草专用的，还是一般照明用的 6500K 的灯管呢？罗宾用的，他问这个就是一般照明用的，其实这个就已经够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罗宾用的是小五花 T5 灯具。T5 灯管现在都是三波长的，三波长也就是 RGB 都有，这个就很适合水草的种植。当这些都有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水草满足它的光合作用需求。所以你看嘛，罗宾也是可以拿到美国 AGA 水草造景比赛冠军的造景缸，那也是用这种灯管，那同理可证，它是可以用的。所以有时候灯管专业的有专业的它的特殊的地方，那罗宾用这个三波长的T5 灯管一样可以养得很好，那提供给各位参考。